原标题：武则天为什么没有责问狄仁杰在幽州案后的欺君之罪？神探狄仁杰系列可以说是中国最优秀的系列电视剧之一，其中对于狄仁杰与武则天之间微妙关系的描写尤甚。很多打着历史旗号的电视剧，比如《幽州案》《武则天与狄仁杰的相视一笑》，狄仁杰在结案报告里巧妙地回避了李青霞、锦木兰和虎静辉覆蛇的部分真相，武则天对此也是心知肚明，两人才会微妙地相视一笑。那么武则天为什么没有责问狄仁杰的欺君之罪呢？首先单从文字论述上讲，狄仁杰还真算不上欺君，李青霞确实是为了抵抗强力而服毒自杀，虎静辉也确实是为了保护狄仁杰而被歹人所害，狄仁杰在字面上还真不构成欺君之罪。其次，虽然是犯下了欺君之罪，但狄仁杰已经通过自己的才能、道德和功劳向武则天证明自己不是他的威胁，而是他的依靠。而狄仁杰此时是想通过欺君建议武则天不要过多的牵涉他人。武则天虽然杀人如麻，但他杀人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，而不是天性残忍好杀。随着权力地位的巩固，武则天也不想再大开杀戒，自然接受了狄仁杰通过欺君阻止杀人的建议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